去香港旅行，你有冇边啲地方想去噶？然后我先至订酒店啊。听讲咧，尖沙咀同埋铜锣湾都系购物区嚟噶，仲有好多你想住嘅五星酒店啊。仲有啊，下个月底有个韩国组合嘅 show， 你想唔想睇啊 ？OK， 咁我订飞噶啦。你问一下 mailing 佢哋有几多个人睇啦。我个同事 Thomas 介绍咗一个网站俾我 ，www.114.com.hk。佢提供咗多元化又立体嘅服务，可以帮自由行旅客订境外酒店、国际资料卡、演唱会、景点门票等等嘅线上预订噶，提供切合唔同人士需要同埋爱好嘅精品旅行，好似你哋做贸易嘅个网站，仲可以为你定制唔同嘅商贸参观交流服务，真系好贴心噶。咦，我唔同你倾住啦，你唔系话想去食香港嘅点心同埋烧鹅嘅咩？你上去睇下啲资料先，如果你冇乜特别嘅要求咧，我就订酒店先噶啦。听讲啊，香港最近有好多展览，酒店房好紧张噶，我哋再倾啦。喂 ，Mayling， 落紧嚟啦，落紧嚟啦。吓，个演唱会听日先开始卖飞啊？唔紧要，你个 friend 咪话咧，佢听日先飞嘅。咁你咪叫你个 friend 听朝晨咁早啊，上114.com.hk 度买定飞先咪得咯。